妈妈这是又想套路爸爸了。那我就把烧鸡留给爸爸吃。等你。来吃饭了。哎，又干什么来了？天天这么多花样。哎，快点选一个吧，先选了后吃。不是更多外面的，里面肯定有烧烤，我就选这个。那我先吃了。行过小周天，念头加直觉，拼到我本是龙虎山，得了道的小神仙，推过九宫图，念过明月剑，拼到我同小